蒋完安十一号参加所谓时代力量民代王婉玉主办的公听会，展现跨党合作。但台湾媒体报道称，身为蓝营人气王的他，上周的网络声量却只有29.11%，吴怡农则高达70.89%，两个下届台北市长的可能对手差距高达2.43倍。我其实没有特别关注到这一则新闻。其实经营社群媒体哦，本来就是一点一滴的累积，所以我想不管在脸书、在 Instagram， 还是会持续运用这样的平台。根据资料，吴怡农上周声量最高是在决定参选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那一天，也看得出吴怡农在台北市的举动备受关注。这是否就代表他能跟蒋万安一较高下呢？我认为他是在松懈民进党赢回台北市的决心，因为这份网络声量的民调确实是过度的乐观。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直言不宜过度乐观，毕竟最近几次民调显示吴怡农都输给蒋万安，如果届时想出来参选下届台北市长，吴怡农势必得开始勤跑基层拉抬声量。对蒋万安来讲还是一个危机，一个挑战哦。蒋万安如何稳扎稳打，包括对台北市政更进一步了解，更经营地方，符合台北市民的需要，这才是关键哦。尽管蓝营看好蒋万安出战，但依旧不敢掉以轻心。